来这个风台伫台东来登陆，啊，那隔壁县花莲这个风号哇那真大真大，这个万英乡的红树社区大路是变岔路的溪路，居民伫门卡口放沙包、放挡水泵也是挡袂牢，这个土沙水也是淹入去客家。另外，秀林乡的三站溪溪水涨大水，当地金美村这个排水沟消透袂离，烂土冲入去这个庄头，大路嘛是变溪路。风台真大，花莲甲台东的乡亲先感受到。伫万宁乡的红树社区，雨有够大，落水灌入社区，车路煞变轻。用挡水板甲沙包，依然挡袂牢，只落水淹入厝内。伫三站溪、北溪、南溪、三溪汇合的所在，秀林景美村排水沟消透袂去，落水拢灌入庄仔内。门口有放挡水板，也毋过依然会使看到大路边啊，已经开始积水啊。有囡仔抓鱼钓啊，想要钓鱼。今天钓得到鱼吗？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花莲的怀恩桥上，那我们可以从镜头这里来看到，我们桥下呢其实就是花莲的三站溪，而你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溪水暴涨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风台威力真强，已经在花莲县造成真济灾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